实在是看得很心不忍哦。这都是呢，天灾让成这样的，也是因为众生共业。那要如何净化人心啊，是最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呢，那造业啦，业力呢的共业啊，恶业一共起来呢，那就是会灾难很大哦。这是真的是看得很不忍心啊，唯有靠这众生业消啦，如何能消掉业力呢？现在只好靠了天下人人的虔诚啊，为他们祈祷咯，为他们来祝福啦。那有自供的地方呢，那就是温馨士多哈，奈米比亚啦，那是非洲啦，因为干旱，现在已经呢造成了粮荒啦。好在呢，非洲啊有了慈济人哦，自供呢从遥远的地方啊就送。温情千里送温情，奈米比亚南回要到那里呢也是很远，可是呢他们还是去啊。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呢很期待这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去撒播爱的种子啊，有了菩萨招生才能有力量去救济啊。那台湾呢到处都可以看到温暖啊，我们看到了彰化去关怀街友，关怀穷困，关怀等等啊，他们到处都有去付出，同样给他们呢有围炉的机会哦。看到了这样的也是很温暖的哦，那送物资啊，那办过年啊，这种的大家人人平等，连人人呢也可以过一个过农历年哦，还也可以义诊啊，这都是呢在这样的社会啦，台湾呢有了这么多人的爱的能量，才有办法去付出啦。所以人间菩萨招生很需要哈，到处哈也是有在办这种过年呐，这围炉啊，还有呢都有义诊呐，同时还发放呢，这都是呢一样的，大家都是安尼行。那有的地方呢是多处的同时举办，有的呢分五六条线，这就是看到了爱的社会啊，能量真多哈、哦。那也看到了岁末祝福呢，真的也很温馨啊。再看到吧，这个景观，很多人呢、啊。这一场呢东渡在台上啊，好有力气哦，这种的整齐呀、啊、有力呀、啊、见证和尚花心立愿东渡啦，他们苦念了、啊、很多次哦。那还有很难得的法师哦，两位法师他也同样上台哦，而且呢这样的以肢体说法，那个时候见证和尚东渡呢的决心就是修行者的精神。卢孝法师啊，戒信法师
跟瓷器人那汇合在一起，而且呢很用心的付出，这是很令人感动啊。所以莫祝福就是那样的温馨啊。这一回啦，今年的就是有投入在这个陆军帐跟华海呢，有30,000多人都倒背如流，肢体一致哦。也看到了一群老菩萨哦，好可爱哦！他们上台拢诶，经诶80多岁以上伫迄个台上哩哦，他们都有说哦，我是伫山区做环保。这是云林的，有这样，所以三重也看到啊，也是一大群的老菩萨，很资深，他们呢都会同样在华海里哈，啊，一个动作都没有少一个，都很整齐哦，而且呢，最后啦，有的呢是从阶梯上哦，安尼缓缓的下来，大家人手中拢捧着吼这个环保因的回收个环保的物件哦，安尼一直一直捧下来哦，来到师父的面前哦，这都是他们呢自己把环保啦，把废弃物啦。变成了艺术品，把很肮脏的塑胶，他们呢把它分类到很清楚，而且变得呢很干净啊。他们就说，这些东西起来都是啊，真的无碳呐，这要救人，这吼都很感动呐、啊。这种老人家啦，说。现在的社会，老人就是宝啊！我们要如何呢？让老人家身心健康呢？这是很重要。他们要的是尊严，被尊重的。他们能这样的付出，这样的，那能不受尊重呢？真正是哈，由不得我不。站起来吼，安尼一下一个给摸摸一下吼，那这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啊，因此80多岁啊，其实呢都是年龄大的啦，但是他们呢发挥他们的良能，真多啊，转性都是安尼啦，咱看得到吼，真是。很感动，台湾的美都是美在这里啦。我是很期待，全球都有这样的哦。如何去撒播爱的种子？如何呢？让人间菩萨多一点，多一点，让他呢真正的能发挥啦，这人间互动互爱哈、哦、呀。保护地球人间，这都是需要人去做啊。
真的要感动的事情多了。前天我们的花莲呐、啊，那只是压轴，好、哦，这入金藏啊，四大置业的同仁呐、啊，主管们都带着哈、哦啊，来入金藏，真的很感动呐、啊。哎、啊、嘛是真连呐、啊，总而言之呢，整齐，很整齐。好，那这东部的下午那一场呢，哇，也是很整齐呀、啊。所以真正的在东部呢，也都是有这样的法修福修慧哈、哦。那这粒米长日夜啦。而且呢，豪莽有乾坤呐、啊，福慧双修、哦、非常的感人。